David， 你看今天的天色多么的蓝，草地多么的绿。如果这一切能够天长地久，你说该有多好啊！要是真能天长地久，这一切还会那么完美吗？难道你不相信有天长地久吗？你相不相信有缘分啊？缘分。缘分对我来说只是在童话小说出现罢了。如果真的没有缘分，为什么那么多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可惜我们建议，其实很多事根本就不由得我们去控制，只要我们尽力去争取我们要的，其他的别想太多了。多么希望这一切能够长久，我们不需要回去面对现实。再动我就开枪！卢卡，万一是……不要，不要杀我！不要！啊！哎，珍妮，你好。什么？发生什么事？难道你老公又……珍妮，你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什么？有话跟我讲。不方便。那等一下打给你好吗？好，再见。行。What do you want? 你不要掉什么，你给我走出来。好，我行了。现在做什么？打不来了，干什么？我打。把打枪放了，要不然我去开枪。卢卡，我不要五郎。不要，不要杀我。先给他们。啊，不用担心，有我在。快点把枪放下。很笑笑，那我妈打我笑。有我在，听见。把枪放下，先把它放了。这个死了，你卖闲话人家，这个就死。冷静，先把它放了。听没听耶？再给我去开枪。卢卡，我已经死。停停停！不要杀我！不要！你是我亏钱耶？
用，师傅。哎呀，带你做工做工做个笑就是你，你老本的累。啊，我累老本心事。哦。哎，不是我刚才讲一个老板爱做嘛？我知啊，我拜过啊，一个人啊可以比我 speak 行累，我跟你讲的。我人啊，就可以行行些累。喂，师傅。哎，阿门啦，无问题啦。我老了准无，我古早钓了过诶。我操，这把我记啊，不了伊啦。你要想着哦。这后生，我等个只。妈，你卖就多开会使无？要紧啦，就问你尔。食饭先啊。别烦恼啦，真正贵代志。哎呀，我做啦，我做啦。来吃。拜年，拜年。妈，今天老公讲什么？妈是甲等你烧香，无啥无香啦。我也无家己较好啦。妈，莫笑啦！老公讲着夸，你就去夸咯。看老公真贵，你知无？累，果是累。妈，古早老爸死嘛是为了累，即阵也是累，你莫烦我累会使无？哪袂？你唔相信我是无？无啦，你莫讲讲，我相信你。我阵真会欠伊个镭，你莫担心啦，迄代志你办好了，你就会加伊个镭啦，互你个老母啦。你根本就袂了解，我老母阵有 cancer， 我真会欠伊个镭了。我知我知，你阵是甲我讲了咯，你老母即阵是看老君，我无够恁去看老君啦，伊逐摆走跳伊都跳，还莫甲我讲，遐会啥啦？强。你莫担心啦，伊代志你办好了，你老母就会加伊个镭，伊就会靠看老君，安尼看毋是好了咯？你记住，迄阵九点半去看头家啊，你去伊个 POSB 加镭，伊加镭了就去伊个店，伊个镭是互姑你讲个，我人就去伊个店拍抢伊个镭。嗯，你即阵准了吼 ，confirm 嘛？叫。Heng， 若是我着什么代志，你会记嘞？伊个镭就爱还我老母。妈咪，无代志个啦，安啦，莫乱三讲啦。Heng， 笑笑，那我妈打我笑。哟，爱仔爱仔，啊，把枪放了，要不要我去开枪？你个死啦！你卖嫌我人家，即个就死。啊，冷静冷静，先把他放了，叫卖家爷。你不要再动，要不我去开枪。Look out， 我已经死。进进进！不要抓我，不要！不是我开枪的，去死吧！Damn him! I cut that burglar in the newspaper and gave him a piece of my mind. Hey, softer, softer. You want to get into trouble, is it? You're a policeman, you know. This is illegal, eh? What illegal? The burglar is a criminal here, and I think it's only right that he gets a beating like other crooks. Damn those crooks. Stop! Hands up! Don't move!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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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was still there, bully me.我给他出来，好好，我来赢了，我来赢了，现在做什么？不打算干，下来，马达，把枪放了，要不要我去开枪？卢哥，我真有人，不要，不要，先生，不要，先给他们。
把枪放下，把他先放了。这个戏啦，你卖黑我人家，这个就是。冷静冷静，先把他放了。枪，快下野！你再动我就开枪 ，Look out， 我已经死。很紧紧，不要杀我，不要。 你去死吧！啊！我个死啊！喂，这情是真的嘞。 别担心啦，那个要求叫看了唔知的啦，你嘛惊老细，你仲讲有啊？你惊什么？你好，这些博士所差不多昨天是在开，他们差不多。 差不多一个钟一两个钟头这样，然后你的就回了嘛。然后他们差不多每个礼拜三四次，来晚上。你还有发现那男的有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还是习惯吗？哦，他们啊。 他每次吃午餐都是在同样一个咖啡店，每个拜五就去 Bangor 嘛，然后八点半早上就去他的店了，六点半就回来这样。哦，他每个礼拜都去跑步啊，然后拜三，有时候晚上拜三晚上是跑去跑步啊，这样，就这样。 要是让我看到他，我就把你宰了！叫我白江爷，你再动我就开枪 ！Look out， 我已经死。
Keong, 你别担心，伊留下一条好的老路。Sorry, we can't process your bank withdrawal without your passbook. Damn. I think I left it in the shop. Oh, come back later. Thanks. I'm sorry, Mr. David. Just come straight to the counter when you have your passbook. Okay, thank you, Lin. See you later. See you later, Mr. David.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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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Ha ha ha.